咦，这个疯狂博士也没有一个厉害的植物嘛，也就第五路的两个吉祥射手厉害点点。啊，老大你观察标题。哦，第一次吃不到我吧？嗯、啊。哦吼，第一次放在这个地方呀，你以为我怕吗？哼，真是的。这关有两个冬青骑士，这里有三个竹笋，肯定有小僵尸不知道怎么过这关。你说是吧，小鬼头？老大，导游没教我念，我也不知道呢。我，你没你事了，乖，去玩吧。大嘴大嘴，我出了个关卡，不敢玩，永远娶不到小娃，你信吗？俺的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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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那你，太可恶了！哼，我就不玩。啊？我看看啊，第一路有鱼沟草和南瓜巫师，我的僵尸有这些，先进攻第一路，消灭南瓜巫师。然后再消灭第五路，因为有热辣海藻。现在就可以吃掉一二三路啦。至于这个第四，看我的出土矿工，厉害吧？导人说老大是个小菜坤呢。我打。2000 years later， 最后其他路就非常简单了。咋样，本大嘴不是小菜坤吧？是的呢。